今年过得忒无聊了。小明，去拿点吃的吧。哎，好。吃苹果还是吃橙子？都吃。橙子要剥皮吗？好，一袋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剥。你们在干嘛？原来你也玩原神。干嘛？哎，就你我都睡会儿懒觉，就不等我一块儿过去，还让我拿年货，真的是。王大爷，新年好啊！哎，怎么没见跟我爷爷一块下棋啊？小明啊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跟你说，他有那宝贝心头肉以后啊，还哪有我们老哥几个了？哎，心头肉，没事就挂了吧。晚上我和你妈人朋友吃个饭。今晚哪里也别去。这是小明小时候最爱玩的泥巴，今天我还送你一个。不要回就别回来。别回来。来来，吃菜。嗯。好可爱呀、啊！爷爷，我我也有宝贝心头肉了。原来你也玩原神。小杰，衣服合适吗？挺好的。蛋糕好吃吗？挺好的。鞋底好看吗？挺好的。新年好！哎呀！哎，新年好！姑姑，新年好啊！姑姑，我表弟呢？屋里的，放假回来就不对劲儿，一进家门就给自己锁屋里。哎呀，现在呀，现在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这下好了，俩人都不出来。过年嘛，过年嘛。原来你也玩原神，这游戏下回有人我也觉得。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。原来你也玩原神。哎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恭喜！哎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喏，午饭不用等我们了，自己去食堂吃哈。嗯。兄弟，给你们打个样。非常美味。谢谢。你好。你好。异世相遇，尽享美味。下一位。异世相遇，尽享美味。谢谢啊，你好。异世相遇，尽享美味，可以了吧？好了，宝贝啊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回家再说啊，就这样啊。你去啊，不去，快快快，是不是自己去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
一世相遇，讲出来。一世相遇，还剩最后一份哦。一世相遇，尽享美味。谢谢。走吧，先带你熟悉熟悉公司环境。这是我们的总裁 Albert。嗨，艾总，这是市场部新来的实习生小明。艾总好。辛苦了，小伙子，好好干，工作时间一定要认真负责。你先把公司的规章制度给他讲一讲，没什么事儿，都去忙吧。好的。不要耽误太多的工作时间。前面就是市场部，带你去你的位置看看。哎，这就你的位置了。你应该注意到了，咱们公司老板是个典型的工作狂，工作时间非常严肃认真，也带动了整个公司的工作比较专注和严肃。务必不要把任何与工作无关的娱乐内容带到公司来，也不要有任何扰乱公司良好工作氛围的行为，你明白吗？那你好好工作吧，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。新来实习生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叫小明，请多多指教。原来你也玩原神。总裁来啊，人齐了吧？还差一个，群里那个我永远喜欢芭芭拉还没到，我们快来不及了，再等等吧，应该在路上了，马上快到了。我就跟你说了，别拼车，咱们直接打车过去，这么重要的事儿再等也来不及了，我还想过去多玩会呢。来了来了，师傅，我们人齐了，出发吧，目标元神嘉年华。还好吧？你觉得有远？大哥，你能不能把这东西整理一下呀？我俩实在是没地方坐了。大家加油哦，芭芭拉闪
杯茶。原来你也玩原神。啊，今天怎么又堵了？哎，可以走了啊！